太赞了。可是那天是你不是我啊，原来你们都喜欢混手机。因为你生日也快到了、啊，那我也该刷一次。可以给你一万块。怎么会是刷我的？我还
软烂了，我都不敢跟爹爹讲。是啊，你自己啊会有问题，然后他搞烂，他整个下面被泼成那样。就把它踢起来。他曾经被贴过。